目的就是为了找孩子吧。你要出现，让所谓的人都知道，说不定浩然也能看得到爸爸在发帖子去找他。深圳有7套房子，一套了700多万吧。一切的准备，包括房子啊、车子啊。爸爸现在本身就开了大奔嘛，对不对？爸爸的那个跑车也有，买了胡同。这样，我一直就等他回来。我没有爆红，那个不算爆红。我只是觉得能有多少人来关注，能够真正的提供有效线索。我接到了很多电话，最起码有5、6千。说好的，说坏的，叫爸爸的，对吧？认干爹的，他们会去公司啊。我是来看实力找家的。但是咱们寻亲也好，寻家也好，找的是亲情，找的是团聚。今天老谢，恭喜恭贺！我希望我这次过来，你能把你的幸运好运传递给我，传递给我们每一个寻亲的家长。所谓的微信全部都加不了。你好，我不认干儿子，只找真儿子。你好，我是浩南，不认识了。去做那个采血入库做 DNA 对比好吗？哎哎，都变老了。DNA 是永远不会变的哈。你好，爸爸，爸爸呀，这么多千万还是几千万？嗯，我真的，就是因为上了热榜了，我一直接个不停呢。我听到的嘞，基本都是无聊的。我全部接。万一里面有一个是真实的，对，另外的家长也可以伤害。如果他是谢浩然的话，那就是更好。对。哦，不行，必须打飞行模式。不打飞行模式，你看这个电话一个接一个的。因为我以前的话，我没有说像他们那样，就是站出来找孩子。老谢忙的，不是短信就是电话。你好。为什么要一个千万寻子？我一直直播了很久，几个月，有时候我的直播间里头就10个人、20个人、几个人，我觉得我看不到希望。我很简单，就是说，如果是我语气，我这个时间天天来，我不如自己。我的千万寻子的话，我就想的就是，钱我可以赚的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。你想一下，我们每一个家庭，每一年长期奔波在这上面，实际上你去算出来，他这些费用，实际上跟一千万没什么区别。我只是说想短时间内把孩子找回来。今天我们老谢哥哥也上热搜了。对，这是很急迫的，因为我今年51岁了。我特别是看到有些商人呐、企业家英年早逝，50多岁、60多岁，我就希望浩然在有生之年能够回来，我还能够陪伴他一段时间。家人们，我还是杜爸今天给我说的那句话：谢浩然只有一个。所以我只能说非诚勿扰，因为这个东西最终是要以 DNA。为依据的，要把他踢了。对，为啥呢？他在里面他妈的瞎发言，就是他说要一定要找我要钱，他现在在医院没办法，想绑架你给他捐钱。对，他绑架我。对，去了哈。还有那个群里面也有。对，要马上，要马上，今天上午必须完成，完不成的话就是要等明年才可以结账了。那公司的事情也看也是这样的。这是我收集到关于疗程境内的一些线索。大哥，你这样，你直接告诉我，你从这里开始疗程的。事儿，你问我电话，你听你的电话就特别的忙。那你说，你这线索哪里来的？网友提供的。网友提供的。我就希望就说谢浩然有文化，有知识，啊，也能过得还行。对，我现在已经到了那个吴兆光啊，吴慧龙的老家。我这次过来的话，目的很简单，就是，希望能够得到他们具体的一个线索。我们现在全程陪同这个老谢，谢爸爸就是拿这些千万来找线索的。没有，在那有啊。所以我们这边是有人提供线索的，我们过来看看啊。这没有。没有啊？哪里有啊？哪里也没有。我不允，为什么不允许我来呢？有事谁嘛叫，为啥子谁嘛叫你在那为什么不允许我来呢？为什么？你过来嘛，他找是找赵光的呀，他还有17、18小孩这边啊。你干啥的跑到那儿？我找小孩的。找小孩你都误穿了噻？你外面普通跑，你那个招呼都不打，哦，你可能为什么？不是，我问你，我要跟你打招呼吗？还是要跟谁打招呼？
我要跟谁打招呼？我来这里，你告诉我我要跟谁打招呼。那就这么来了？哎，我怎么来？我开车来的。是收的。为什么你们穿洋马孩子？为什么你们穿洋马孩子？你胡说八道啊！我怎么胡说八道呢？不接头是不是卖到这里了？魏夫，谁不行？你找谁呀？我找谁？我在找啊！但你要过来干嘛呢？那有人吗？有他的人、啊。你有人没人？你管我怎么走啊？那我们继续找呗。如果我们找不到，我们可能就走了，就完事了呗。那为什么你们那么激动呢？这叫心里有鬼，你知道吧？我是有鬼，心里有鬼。来来来，你想怎么找、啊？拿个这个，你想怎么找吧。这是我儿子，就是小时候唯一的一张照片。我再给你一张，好。哎呀，不有六他男，你六他男干嘛？哇，你看你吓得你不是你。不是你这个放屁的话，我这么多年的话，我不但是繁衍游戏厅老板，店铺的左邻右舍，我所有的熟知的朋友，我都有明察暗访过，都会去他们的老家，甚至我以前在南头知道我孩子的那些人的家里，我都有去过，我不放过任何一个人，就包括那个照相馆，他帮我免费打印寻人启事的那一家。我都要调查，好多邻居都对我有意见的。他说我这么会，可能管你的孩子呢？不太怎么说。看我当年找孩子的时候，我跟我姐夫，去过广西汕头，还有普宁啦、海丰啊，去过福建的上杭。他们说越南那些地方有买孩子的，叫我去平祥的那个到越南那个关口，我到那些地方都去调查过。但是我在那些地方的话，确确实实是没有得到任何的消息。因为爸爸这一路走来确确实实是特别特别的难，也不用担心我的安全哈。现在是法制社会啊，法制社会，在外面的话我们是吃不好睡不好，就是只能住那些便宜的旅店啦、走到某一个广场或者什么时候，特别大夏天的时候，随便在哪里啊，桥下面啊或者哪里的时候捐一个晚上，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，夏天嘛，后给里面洗个澡吧。因为他有的人他就放狗嘛，被狗追，被别人拿棍子眼，太正常了。我可以说我磨蹭到什么程度，说那些骗子一打电话给我，叫我转多少钱，不像我现在这么明智了，你说转多少直接转，不管这条信息是不是真的，甚至骗子直接到我店门口来找我，对吧，我们还要好好的请他吃饭。我以前在找孩子的时候，我就中途我就想到过放弃，但是给自己说放弃的同时，自己确实放弃不下去。这个是乌龟龙虾。对，一直到2007年的时候，那个孙子我被拐，因为孙包子的话他在这边卖包子，我以前孩子被拐的时候，我是在他对面，直线距离不到100米，我去了见孙海洋，孙海洋两口子哇哇大哭，那个包子扔的到处都是，面粉到处都是。当时孙海洋他就觉得我是不是人贩子，为什么呢？有监控，他儿子是吴飞龙用了小汽车用糖果把他儿子拐走的，因为吴飞龙也是一个很瘦的人。就是你有没有看到在这周围有没有看到？没有啊，我收拢我听不见。收拢我相当有经验了，所以说最后包括他去推寻人启事的时候，他前面推后面就给他铲了，铲了以后我就又拿上来，我又帮他提上去啊。多少人在线观看？才15万人。在那边卖东西。这么简单，大家能够就说。我就没有睡觉，因为我害怕错过任何一条信息。对，没有不舒服啊，你放心，他跟我在一起，他敢不舒服吗？那个不是的哈，那个不是的。对，我觉得毕竟我这边父母也对我特别好，比别家孩子还要对我好。但是我这边父母已经说了，你可以去找一下。我说行，没问题，我也不想找，一开始也不想找。但是我父母跟我说完之后，我媳妇说找实在没有了。我是也是看了很多，就是说这个信息，就是说好多父母就是满天的去找啊，怎么着？万一我要站出来踩了个雪了，有可能他少找几年。对，太棒了！对，我听着我特别好感动。对，两个儿子嘛，我现在我们讲他妈又哭了。不是，我真是感动的，就挺激动。我觉得
以后我们的孩子都像他是没完再说了。对，像他刚才说的特别好。因为你不用那么使劲，他轻轻一按就可以了。因为我今天特别是老杜，我是看着他们两个阳光了，这让我心里是特别的感触，知道没有？这里的话就是售后的一个仓库，啊，这面的话就是一个售后的补单的一些零碎的东西啊。这里总共有三套在这边。这里的话，售后有时候在工厂，有时候没在工厂啊。这里的话就搞了一个小型的一个小型的展厅。就是你们主要是做什么东西的？我主要是做团体制服的。今年的营业额相当差一点，我今年才做了几千万吧。以前的话可以做一个多亿啊，这样的。今年不行，今年他们太差了。啊，这里有两套，这前面实际上我房子我在深圳有七套房子，这里的话一套的话应该是700多万吧。嗯，这里还有几本，嗯，这里还有买卖合同。我觉得的话，浩然回来以后改变基本上会改变我所有，我从来都是很自信的，但是一提到孩子的时候，我的那个自卑，特别是那种卑微的那种劲儿都出来了，孩子没有回来，这是我现在目前来说最脆弱的。实际上我也跟所谓的寻亲家长，我也跟他们交流，他写保证的，我们每次去到哪里的时候，别人第一句话就给你丢一句，你儿子找到了吗？抖音啊这么厉害啊，什么人像识别这么厉害，为什么别人的儿子找到了，你的儿子怎么了？好像他们是变相的用一种责备的方式，用一种异样的目光来对待我。你知道我刚开始是一个很澎湃的心情，儿子没有找到，我整个人都沉下来了。我自己的奥迪呀，奥迪什么型号 ？A6，这是我们工厂的位置，两栋，嗯，右边的，那后面是室内的嘛？现在有多少工人？200多个人。当然，我一直就觉得我自己要有事业，不然的话，如果儿子真的哪一天回来，那我一贫如洗，儿子怎么会来认我呢？我能给他什么呢？我现在有4台奥迪、奔驰、宝马、长城，我在深圳。最起码呢，给他一台车，可以给他一套房，也可以在我们公司上班，服装公司啊，或者就科技公司啊，我可以给他一家，没问题啊，他去经营，我带着他经营嘛。98年的时候，我搬了白石洲，就是生了孩子以后，我现在真的后悔，如果是我在南头的话，我浩然就不会丢。在2001年的时候就被拐了。生了3个小孩，为什么还执着的想找到这个老大呢？毕竟他是我的亲生骨肉，就一直放不下吧。我现在还有3个孩子，都是女儿，但是我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。3个小孩知道他有个哥哥的事吗？知道，特别是我们家大宝，就包括我这次来邢台，爸爸你一定要保重你自己，我不希望你这么辛苦，我只希望哥哥能够知道这个消息。真的，他就是。实际上我们家的闺女很懂事的。我们家二闺女说，爸爸你这个家还要不要？对公司的业务也是很有意义的。爸爸是没办法。这里都是我们老邻居啊，申报纸在这里啊，还在坚持当中哈。那你说坚不坚持嘛？你说坚不坚持嘛？对呀，肯定要坚持吧。包子那个先嘛，你那先呐。我那个先噻，他是07年，我是01年的嘛。包子那个包子回都回来。回去了，你看嘛，那里现在已经拆得50人回了。以前店铺在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当时这里是一个游戏厅。大概5、6点钟的时候，孩子不是在家里睡觉嘛？睡了觉了以后，他吃饭的时候他就喜欢走动嘛。他来了这里以后呢，就是他妈就觉得天气有点冷，回去放碗的时候就说回去给他拿件衣服。所以走过来的时候，孩子没有了，因为他当时就以为是要么是熟人啊，要么是朋友啊带走了。对呀、啊，没去找。嗯，说从那里走出去了，所以就是没有音信嘛。从哪边走出去的？他这件衣服就是。
那个时候他那天晚上就穿了这个衣服，但是那个颜色是黑色，有的人认为我是疯子，我会在这里嚎声大哭的。嗯，我觉得是我的责任相当大，因为什么？我不打他，他就不会去睡觉，到中午就有饭吃，吃了饭的话晚上他就会晚一点吃饭，就不会发生这个事情。但是我就不会把这所谓的压力转给家人，因为我觉得儿子是我一个人造成的。当然后来我就是想跟他说，作为我来讲，我就希望你回家。当然如果是你觉得我不能打扰到你的生活，不可以改变你的生活，他们以前没提出来过，是我提出来的，隔屏拥抱 OK 了。否则还有一个，我把你当个女儿，我们来走动。后来如果是现在应该多少？25岁了，我没有跟着他童年，我错过了他整个青春的岁月。实际上我的青春已经就全部放在这个寻子路上了。就是实际上我们现在都是真正的大半辈子人了，如果是再不这样的话，那就是我就死不瞑目。儿子，你能听到爸爸的呼唤吗？爸爸找了你26年了，等你回家。